各位视频前面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见证无形力量栏目组现场，我是曲老师。我们今天的数字简易的主题是吴三桂与陈圆圆。好，我们看下面画面。一二水地壁，吴三桂，故宁方来，彼之无守。就是说，在局势动荡的时候，要找伙伴。不要单打独斗。吴三桂是六号人物，六在《易经》里面是乾卦，就是天，财富的意思。他的内心潜意识是地卦，水地壁，一二水地壁，一代表独立，二代表沟通。我们看右手边的陈圆圆，就是一号人物，独立型的人物。一在《易经》里面是坎卦，水卦名卦象是水，他的内心潜意识是脾卦，天地脾。我们知道脾和太卦是一对儿。陈圆圆，红颜多薄命，是一号人物，孤独型的。那又碰到脾卦，脾就是否极泰来的脾，红颜多薄命，所以他们两个的故事家喻户晓。我们看下面画面，比卦水地比，比即原氏。袁永贞，无咎，故宁方来，祸福凶。意思是说，在局势动荡的时候，要找好伙伴，不要单打独斗。所以，吴三桂和陈圆圆就是一对伙伴关系。我们再看上六，彼之无守，凶，就是不可以单打独斗。不然就是凶相，彼为亲信、亲密、亲彼之意，引申为辅佐，指现在所有的类比、比较、拼比、比例、周易中的辅佐，都是从亲密的本意引申而来。好，我们看下面画面，数字简易，华夏名人后天九宫格。我们看一下一到九数字对照表，一代表独立，二代表沟通，三代表行动，四代表策划，五中央方向，六代表财富，七代表人脉，八代表权力，九代表成功。这里面分上下，下面是一二三四，上面是六七八九。下面是小，上面是大，就是金木水火土。一和六是一对儿，一是小金，六是大金。二七是一对，二是小水，七是大水。三和八是一对儿，三是小火，八是大火。四和九一对儿。四是小木，九是大木，中央五是土。好，我们看一号人物陈圆圆，六号人物吴三桂。所以，陈圆圆和吴三桂是一对儿。陈圆圆一号是小金，六号吴三桂是大金。好，我们看下面画面。人类数字简易十二，一二水地壁，吴三桂，故宁方来，彼之无守。这个卦辞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在局势动荡的时候，要找好伙伴，不要单打独斗。这就是壁卦的卦意。
我们看吴三桂，他是1612年出生，17世纪的人物，6月8号，属鼠的，6号人物，双子座。我们看他的生命数字，蓝色的字体，三先天516水天虚，六后天729泽地脆。九前半生426封地官，12后半生843三地古，潜意识123水地壁。好，我们看右边的陈圆圆是1623年，比吴三桂小11岁，4月3号属猪的，1号人物，白羊座。他的潜意识是562天地痞。好，我们休息会儿，回来现场继续下面的主题。